的一面，你可以看到就是远处的像一尊尊的兵马俑，而近处的话呢都是这样的白顶而红岩石的柱子，非常的特别。我相信这个是最特别的 The Bryce 里National Park 里最特别的一个东西。可以看到远处的山谷漫山遍野都是这个。